你瞅瞅，我这塔的鸡蛋里有啥？你看见了吗？虾。对了，放点虾米。虾米。嗯，放点虾米，凉了。那天吃点肉，今天吃点素。知知道我爱吃饺子，天天做。哎呀，你这两天正好你还在家，要不你不在家，老赶不上。天天吃剩饭，总吃剩饭。那天我还读书，张雷在家，天天吃剩饭。昨天买袋酒还挺好的，好像更加那种小瓶扣的，不像大瓶扣的酒。我妈昨天你们夏天没买这个呀？这个，嗯，忘了。回来前一会儿想起来买这个桌布。喝到家了，想起说桌布没买呢。我说等明天再下去。你妈还要买那个叫什么秧歌儿，买了一架老菜籽啊，说这要细苗。我说你别整个采有心采花无心带啊。啥？有心采花无心带。什么意思？有那个心思弄，没那心思管理。啊、哦。嗯。这个好像应该是红色。看看，是磨牙了。这是啥呀？地瓜花，看看摘一颗。等过两天要是不冷的时候，就给它拿出来，给它劈成瓣儿，多分几颗，多分几堆就摘上，往边上一摘就妥了。这是一好看的花呗。啊，大地瓜花这么大，好看。嗯。嗯，大花可漂亮，熟的也快。咱那个面粉是什么牌的嘞？哎，我给你瞅瞅这个面粉，这个面粉真不错的。我看这是啥牌的？自然粉。嗯，永信。这个以前还真没看着这个呢。九信哈。嗯，挺好哈。啊，这面粉好。好多人问呢。这个咱们以前、这是哪产的？三中啊，聊城。聊城市，这面粉挺好。我说咱们吃的有的是，一堆一堆。嘿嘿。三坡马上有一个人在那坐，在哪呀？三坡上三坡坐的啥呀？谁呀？你说你眼睛怎么那么好呢？三坡的坐个人都能看。哎呀，你说那么大看不见。要让我看不清。看看呀。没有。啊？没有。眼睛张雷都没看着，你这老太太眼睛是好使的。我出去看看。出去看看。哪俩被扣死了？这嘎子，那树底下这个嘎子，那是不是个人？树底下没有人啊？那不是不人吗？没有人啊。啊，你知道你看哪嘎子？就俩那几棵树底下，好像没有人啊。你看看人吗，张雷？我看像人。不是在哪个位置？就苞米杆子旁底下有点苞米杆子那儿。哎。没有，没有，那个是个树根儿，树根儿吗？树根儿。我瞅现在人眼睛多了，我的天，我也没瞅着，因为我的眼睛行啊，可以啊。谁到了，再让你奶给蒙过去了。你现在眼睛原来我就在这嘎、瞅着他们的那嘎了啊，谁整道我都认出来。妈，现在不行，现在眼睛晃了。这么大岁数就算行了，这眼睛不错了。那两天眼睛花了，我寻思要瞎了，瞎了，被瞎，瞎了完了。那两天起来了不正经。啊。这个。瞎啥呀？还得看他怎么看他这啥大孙的媳妇呢？嗯。是不是？想倒是那回事儿，然后那能怎么不能？太能了。咱们那俩过亿的时候，一开始不行，嗯，一开始那么咱说供应一个人二斤面或者几斤面那样事儿的，以前都四公一两。后来这他爷就管这玩意儿了，你们吃的多好，就吃了就行了，多好！人家为什么说？人家说干啥吃啥，真的是，是不是一点都不假？这头型还行、啊，还行，看我的，嗯，好，就这馅儿多了，宝宝，这些馅儿就行了、行，是这么的，你那个先合的时候先这么捏一下子，上面这个边捏上了，嗯，
然后都两个虎口，两个虎口呢，一下就一个。试试。嗯，行。行吗？行行行，对你更像样，对。对。不太好看呀。对，就那样。对对对对，对对，就这个样，对。是吗？对，对，接着。嗯。你真灵啊。学啥都快是吧？嗯。天资聪颖呗。对呀。这回学好多了。刚才学啥挺快的。瞎练了。嗯。哎，轻点啊。这韭菜还能用。刚出锅的饺子。想不想吃酱嘞？想吃就给它热上。那个我不吃。晚上再热，就晚上吃吧。嗯我饺子先吃它呀。你喝不喝呀？你不喝，我喝。酱里不管啥馅儿，蒜酱辣椒油。这标配吗？嗯。多好。那咋的？一般吃肉馅儿的吧，搁这个辣椒油。但是得分什么，你得就是韭菜不能搁的。